大家好，我是你的邻居爱做美食的老王。今天在市场买了三个大鸡腿，顺便让卖肉的给我切碎了，回家直接洗直接腌，来点生抽、料酒、胡椒面、咸盐、五香粉，只要香就行，抓拌匀了放冰箱冷藏腌制。切点青椒，辣子鸡儿一定要用现椒，现椒才香。弄点葱姜蒜，起锅烧油，多倒点油，放入鸡块炸。三黄鸡腿容易熟，炸到表皮微黄基本上就熟了。炸好的鸡腿盛盘备用，锅里留少量底油，放入火锅底料、小茴香、香叶、花椒、白糖，没有火锅底料就放豆瓣酱，有啥就放啥。各种调料炸香后放入现椒，炒干现椒后倒入大蒜、炸好的鸡块、青椒、大葱，将所有的食材在锅中大火爆炒，当空气中弥漫着混合的香味就出锅，最后来点生抽、咸盐调个味儿。得嘞，新疆辣子鸡出锅，香气四溢。特色的辣子鸡就做好了，没有放太多的辣椒，因为家里有孩子不便放太多的辣椒。做法也不难，如果你也喜欢，在家就试一下吧。我是你的邻居爱做美食的老王，喜欢我就关注我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